嗨，各位好，我是以来登公司的工程师 Otis。那我们来为这位介绍一下，这个在选购好的显示器的部分，我们会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？在选购显示器的时候，市面上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产品，以及在我们的大卖场或者是一些家电的一个卖场，都可以看到一些显示器的踪影。那在选购显示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几点，就是第一个在尺寸部分，尺寸部分的话，我们会注意一下我们所观看的一个环境。如果您的使用环境的深度不够，或者是宽度不够、高度不够的时候，那建议我们可以选择尺寸较小的一个显示器，在观看的时候比较不会有压迫感。那在预算方面呢？预算并不是说我们有越多的钱就要买到越好的产品啊，完全是你的这个使用环境为准。那在观看的一些部分，有些人会喜欢观看电影，有些人喜欢听一些演唱的唱片 CD， 或者是说看一些卫星电视。那这些部分，它在观看的一些使用的参数，或者是说一些项目设定，或者是电视这个显示器的一些设定，都会不太一样。我们以下一个来做说明，例如说色彩饱和度，有一些显示器它会去标榜说它是一个广色域。这广色域的产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般的电视机，我们在制作的时候，它的色域都是用 RGB 去做一个混色。那在做混色的时候，这个部分的色域，传统显示器的混色，它做的色域非常的小。那广色域它标榜就是我们会超出原本这个色域内范围以外的部分。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当我把广色域这个部分加进来之后，我的色彩元素会多了很多，原本我能够显示的颜色会多得更加的灵活，更加的生动，更加的多彩多姿。对，那这是指色彩饱和度的部分。那有一些像反应速度呢也很重要。我们在以前使用 CRT 的时候，它没有什么所谓的反应速度，原因是因为它的反应速度本来就是很快。那在我们人眼可以辨识到的一个速度呢，人的眼睛它可以辨识到的速度大概只有到8毫秒左右，大概是 8ns， 就是8毫秒的意思。那我们在使用液晶显示器或者是电压显示器的时候，它的确会有一些速度的延迟。那当然在我们有效的预算之内，我们可以选购这个速度更快的一些产品，例如说你可以选购大概5毫秒或者是4毫秒以下的产品。这样子我们在观看一些像是运动赛事，或者是比如说赛车，或者是一些高速度动作的一些影片的时候，它不会发生动作的延迟，也不会让你造成说觉得观看起来会有点点不舒服，或者是头昏眼花的状况。对，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选购好的显示器的一些相关的设定。谢谢。